各位好，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。好，那今天这大盘在开盘之前，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要做什么动作？哎呀老师啊，这个盘不错啊，这个台积电跟格罗方格啊，他要和解，那么美国的跟中国的贸易谈判，川普说会有巨大进展，美股会有这个超级大利多，然后欧洲啊也说这个英国啊脱欧要延到1月，好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了，啊，所以很多投资人今天早上就去追高追高啊，想说，哎呀，这个大盘今天我要做个短来做个高。今天大盘是开高哈，压低，你看见没有？你看一下，观众朋友，中场尾盘有拉上来哈，你看，你看，上涨341家上市的，下跌644家，上柜涨241家，跌592家，指数小涨18点，上市柜加起来超过1200档下跌的。你今天追股票的人，我告诉大家，十个里面有九个当天赔钱，当天套。你没有计划在做股票，你看消息做股票，当然不好赚钱嘛。我今天怎么做？大盘创新高拉回，我早就知道会创新高了。利多消息这么多，盘前一堆利多消息嘛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只有五个讯息。来，我今天全部只有五个讯息而已。好，第一个讯息，来，我一个一个念给你听。第一个，恭喜台表科突破开盘即突破前高，第一则9:07。站上102块钱，已经大赚32%，先获利出半数。我第一则讯息9:07，台表科再创新高，波段赚了32%，先出半数。我盘势都还没有发，我也不需要发，我已经很清楚了。来，一则一则看，第二则讯息，来，百分百第二则，来。建策昨日涨停，三大板人同步买超，今日再创新高啊！恭喜大家，这就是一个，这没什么，就是告诉大家嘛，啊，你也知道了，这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来，第三则，就盘势嘛，啊，那欧美上涨，标普再创历史新高，台积电革新方和解，半导体 IC 设计陆续登场啊！利多利多利多，我不管，反正你就跟着我做的事，告诉我会员持股先续报，依照盘面讯息操作就好。第三则。哦、就是盘势分析嘛。好，第四则，来，尊龙，来，普瑞4.66站上600块钱，未来投信会回补持股，请大家将手中智新80819:45，8081剩余持股全部获利出清，资金转进普瑞，这个是我今天买进的一档，唯一一档股票，我还不是今天买的。我还是卖掉智新。第五则讯息，最后一则，来，第五则，恭喜中美金再创新高。我今天就只有五则讯息而已，五个动作，扣掉大盘。那你说大盘开高走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观众朋友，6278台表哥，9:07在这里，102块钱。在这里看清楚没有？9:07，全部获利出清，对，出半数。我问各位，这样子做，你这样做不是很安心吗？这样赚钱不是很容易吗？那你为什么？为什么看着利多追股票，看着利空杀股票呢？台表科6278，来，我讲买的时候也跟各位讲了，去年今年上半年超过去年全年 2.68， 10月22在这里，我跟你讲买，10月22买完隔天差一档涨停板，来补回来了，两天赚多少？亲爱的观众朋友，
不是很轻松很开心吗？那我一直跟各位阐述的观念，你做股票你要轻轻松松的赚钱，这样才能轻轻松松赚钱呢、啊、你跟到对的人，跟到对的脚步，就能够轻轻松松赚钱呢、啊、领先做就能轻轻松松赚钱呢、啊。啊，从这里咚咚涨停板，外资开始追买了，有没有？啊，礼拜五买得到买得多，反而跟着我们后面，真的可以轻松赚钱。台表科一飞冲天，一张都不要卖，一张都不能卖。礼拜五到礼拜一，昨天有没有小开高下来？我说已经脱离我们的成本区了，不要卖，不要卖。啊，今天有没有再创新高？有没有啊？一开盘拉102块钱，9:07，来9:07，恭喜台表科开盘即突破前高，站到102块钱，已经大赚32%，获利出半数持股，准备布局新股。你看见没有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？如果这样子你都不满意，我想请问各位，啊，你要怎么样才能赚钱啊，观众朋友？啊，老师，你要买在这里，然后卖在这里，我又不是神，在这里给你买，轻轻松松的买完之后，一、二、三，对不对？获利暴牢。昨天震荡，我说报警不要怕，今天一开盘冲到102，获利出半数。所有看到，所有跟的人，全部开开心心的，先大赚半数放口袋里面。盘怎么会难做呢？亲爱观众朋友，怎么会难做呢？很好做啊，股票真的很好做。哪一个人告诉我说这样做股票难做？我问各位，哪一个人讲说你这样赚钱难赚？哪一个敢说这个这样子你赚不到大钱？来建策，来更厉害，拉到174.5元。从我当时跟你讲147那时候买进，到今天最高174.5元，20张赚55万，20张赚55万。所有看到建策做建策的，你帮我做见证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问各位哈，我问各位，你这样做怎么会难做啊？147买，整理涨停创新高，几天的时间？你20张，几天？1、2、3、4，4天的时间，2355万。来，建策，你们要做散热，我不是跟各位讲吗？那个已经涨了2倍、3倍、4倍、5倍，甚至更多倍的，你们不要乱爆，不要乱压，你可以买，放一点点就好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不讲，因为今天很多股票都是开高震荡，杀下来甚至杀到快跌停板。我知道你有。但是我们不讲这个，我光说我们来对照，来3653的建策，来观众朋友，我说超过双红泰硕超重吧，啊，来，每股净值45.86元，10月24号的时候告诉你，在这里可以轻轻松松买，买在147块钱，9:50建策市价买进。147很轻松，最高拉了155，涨停板147，涨停板164，啊，不是脱离你的成本了吗？啊，有没有公开预告、公开见证赚钱？公开给你见证，赚钱真的很轻松，赚钱不要太累啊，有没有？
很好做啊，不会难做啊。难做是那些犹豫的人，难做是那些哈、哦，明明就看到有赚钱的模式，有对的方法，领先布局，公开见证，你还要再去做印证的人。那我想请问各位，机会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你会有几次机会让你赚钱呢、啊？建策昨天涨停，今天再创新高，恭喜大家，拉到174.5元，20张，55万。当然，重点就在于什么？最主要是你们自己做你会三心二意，你会心猿意马。涨的股票你就认为说可以买，啊不涨甚至跌黑你就不敢买，涨上去又再问说可不可以追，可不可以买，不是都这样子吗？那这样子你好不好做？那按照我的模式，不是轻轻松松赚钱啊？3653建策，今天拉到174.5。来看这里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买双红3324，这是双红，噗，这是泰硕，噗，这是超重，噗。我问你，这三档股票哪一档比我介绍给你的建设好？今天指数创新高啊，啊，操纵好不好？好啊，但是呢，不是跟你说吗？涨了几倍了，啊，你还要追它？你还要追它？双红稍微好一点啦，比较漂亮啦。泰硕。还是我们建策漂亮，今天创新高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我现在跟各位讲重点了，好，从现在开始到年底，到明年年初，我们刚刚讲过了，第一个，量化宽松持续，美国持续宽松，资产负债表持续放宽，持续扩表，啊，还会降息，好，英国。脱欧不确定因素延到一月，啊，美中的贸易战目前看起来在川普有下一个筹码掌握之前，在他民调还没有回升之前，不会有太大问题。所以从现在到年底，你拉回就是要好好做多赚钱的，好不好？利用拉回，我来带你做股票。利用拉回的时候好好布局，啊，所以今天大家很多人很害怕，我知道。甚至你的股票今天可能有拉打到快跌停板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老师叫你重压，你们的业务叫你重压，市场上告诉你这个股票业绩很好，要重压，是不是今天很多都掉下来了？但是都没有关系，你看看丁老师带你做的，来，观众朋友，来，10月22号礼拜二那一天，台股创29年的新高。我说只有12家涨停板，你接下来怎么做啊？那天南电涨停，那天康控涨停，只有12家涨停板，上市柜加起来接近1900家股票，有2家在我们手上，只有12家涨停板，2家在我们手上，南电涨停，康控涨停，双响炮，来。10月24号礼拜四，隔两天再创新高11320，只有8家涨停板，智新涨停，台表科涨停。10月24号来，继智新涨停板之后，台表科又攻上涨停，又是双响炮，有没有？我带你做，好不好？我知道现在很多投资人现在心里想的问题是：D
第一个，我手中股票套牢了，那你拿一部分资金出来，让懂的人带你做，不需要全部杀掉。今天很多股票打下来是买点，但很多股票打下来之后，未来反弹你要先跑一趟，把资金抽出来去买未来会涨的股票，这样听清楚了吗？好，我再讲一次，你不是我的客户，不是我的会员，但是你手中可能有很多其他老师叫你重压，可是今天却重错的股票，你一定要分得清楚，什么股票是已经在高点，可能出现做头危机。那至于该怎么做，该买哪一些，下阶段回来我会告诉你，好不好？总而言之，有任何问题，丁老师愿意帮你。这是很严肃的。我说盘这么难做，10月22号我双响炮，10月24号我又双响炮，10月22南电涨停，康控涨停，一日双响炮，10月24智新涨停，台表科涨停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1234哆瑞咪发，你错过四只涨停板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接下来不要错过就好。人生就是一样，向前看，好不好？把电话拨通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我来帮你。好，你有任何问题，股票问题、汇期问题、价钱问题，全部不是问题。你只要打电话进来，你的问题就是我来帮你解决，好不好？我最大的诚意，丁老师能帮你，我希望帮你做这么多了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赶快进广告，待会很多股票跟你讲，马上回来。周一至周五，全球新观点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，非凡新闻通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股市现场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我们立足台湾，放眼世界，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，各行各业交织成产业脉络，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。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，才能看得更远。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台商业台，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，经过比较就会有裨益。外行在看热闹时，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。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住行，这就是财经。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所产生的蝴蝶效应，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。非凡商业台，从台湾放眼国际，从生活挖掘商机，从食衣住行出发，用最新的思维掌握正确的趋势与方向。
每次我都觉得时间真的蛮短的，25分钟真的好。来，万一不是高点，千金不是唯一。好，你注意，已经有人在讲了。好，那你记得我多久前跟你讲的？好，来，高价股这边你自己看，好，它是一个 ticker 跳的幅度，你自己看就好。好，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懂我讲的意思啊。时间的关系，你们就自己看。好，第二档千元股即将出现。好，信华我就跟你讲，好，九月营收创历史新高，我800以下持续买进。好，那这个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，好，我没有办法预测股价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有一天你会看到。金策，我跟你讲，从8月6号开始跟你讲。金策，全市场有哪一个这么早跟你讲金策的？啊，他准千金。老师啊，今天开高震荡压回啊。我知道很多人不敢买了，500就不敢买，这个怎么敢买？对不对？可是你一定会看到，你一定会看到。我给你个暗示啊，你去想想看有钱人的思维就好，好不好？普瑞4966，这是今天我唯一出手买的一档股票，这档股票我昨天已经买了。好，我买这档股票也是把智新剩下半数持股全部获利出清转进来的，这个就不要讲了。来，普瑞4966，每股净值高了128.5元啊，很基优的 IC 设计，净值128.5元，相当高啊，外资持股超过60%啊，你去看股价，根本没有什么涨到。昨天普瑞市价买进9:08一早，今天也一样，把手中的智新剩余持股全数获利出清，资金转进普瑞，9:45，来看一下，先看智新，出在这里，138.5元或139，你都可以轻松出到，尾盘收129.5，差快10块钱。我昨天已经获利出半数了，你没有自信的帮我做见证。我有一组定高低的，你昨天是全部获利卖出，几乎出在最高。那尊荣呢？今天把昨天出半数，今天再出半数去买普瑞4966。我今天唯一买的一档股票就是普瑞4966。买，收这里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很多趋势，很多东西，我时间上面我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想讲很多，表达很多重点。就光讲今天大盘就好，有多少人今天开盘9点到10点那一个小时去追高股票，尾盘被套的。我说我今天只买一档股票叫普瑞，我还是高档把智新出掉，资金转进普瑞身上。我今天买普瑞，基本上来讲，我没有赔到，甚至小赚哦。我甚至今天卖掉智新139块，138.5卖掉，收129.5哦。观众朋友，建策赚钱轻轻松松的嘛？台表科短短几天的时间2%，今天一攻到102块钱，先获利卖出半数，真的很开心啊！所以有时候我想说，我怎么样去帮助更多人赚钱？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怎么样？他可能有其他的股票，或甚至他有其他的会期，那自己操作的有自己的想法，那我们就不举例了。好，那我说跟各位谈，台表科领先买，短短几天赚32%，这公开给你印证，公开让你见证的事情，你还要再看下一档，那建策不是又让你见证了吗？啊，不是短短几天20张赚55万，双响炮一。
10月22号康控南电那天只有12家涨停板，2家在我们家。10月24号只有8家涨停板，台表科智新又是2家涨停板，又是双响炮在我们家。28号礼拜一上市柜尾盘14家涨停板，建车拉涨停，那个时候上市柜只有11家涨停，连家涨停板，又是双响炮。好了，我不是自吹自擂了，但是我真的很厉害了。这个南电拉回早买点，我都没有时间讲了。康控拉回早买点啊，这两档股票我们都高档获利出清了啦。好，剩下就是各位怎么去把握机会了。好，所以我想要赚钱很简单，你说赚钱怎么样轻轻松松的？12只涨停板当中，2只在你手上，那个赚钱就很轻松。8只涨停板。有2只在你手上，那个赚钱更轻松。把电话拨通，我来帮你，好不好？我知道现在很多投资朋友有很多问题，请你把握机会，你打给我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好，我只能跟各位这样讲，这个行情，如果散户越怕，我越开心，因为我知道行情还没死。如果散户看到我这种绩效，都疯狂了，那我想这个行情可能就结束了，好不好？把握机会，做了2成的赢家，丁老师亲自带你，没有问题。手中股票我来帮你解决，双响炮一做完，做二跟着我，我来带你，跟着我们一起来再赚涨停板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